龙剑生之友亦都捐出10,000元支持龙剑生小姐同白雪红小姐，为大家演唱呢一曲《再世红梅记之接梅巧遇》。
我都硬着头皮开门相见啊。人便知哦，哈哈！今日祝愿竟有天台路，等我呢个远道坐待白花仙子啦。享受着园中小富贵处，从来都未见过半个儿郎踪影噶。好，待我探寻竹林，再三替王子答。奇怪，何以观音容一般模样嘅咧？
满江啊，今日一点点绝行牛忽脸。我西雨情误会为流，重摇芳居黑莲黑树，小生告辞。
本钱就入到原来，只见姑娘你含含浅笑，弄大低埋，又唔见你呢枚花锄你剪嘅。秀才，你既然又重为手艺，受人花怜人而笑，雪花送剪落去，谁叫秀才入宫原来似木根之外，如母针落定针，雪花又赠客之心。姑娘，许我亲自摘花，好好，等我选择一个心头所爱的。哎呀，花，的时候5000元一张门票，一票难求啊！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，多谢多谢林建昌小姐同埋范志豪小姐。我经常听到已经唔记得出嚟讲嘢，话多谢一号台嗰个，多谢晒两位，多谢。
多謝我哋啲師傅。唔該曬咁多位老師，thank you。